Yo guys, welcome to channel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么呢，最近端午节要到了，那我们 Crush Fever 呢，在端午节的期间也有一些活动。那首先，最先打前锋的活动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新的转蛋系列《天津乱世》的奇异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转蛋方式很特别，它是25金石即可转出五只角色，然后他把石莲头拆成两个，就变成说你一定可以获得两只新的角色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角色介绍的部分。伊达正宗是将定时伤害就变成爆弹黄色爆弹奇珠，然后三回合内一定几率掉落黄色爆弹奇珠，哇！然后还可以增加点按次数一，还蛮强的，这蛮猛的。然后上山千信蓝色射珠出现几率大提升，这个如果有搭配好的主动技的话，这个超强。然后蓝色属性攻击特大提升，这也很猛。然后呢，爱心新珠转成绿色珠 ，HP 小恢复，恢复型的角色。我目前呢，我目前比较想要抽到的应该就是前面两只黄色跟蓝色的，因为目前我的红色队伍跟绿色队伍基本上角色都已经算是齐全，可以组成一支蛮强的队伍了，所以我们就来抽吧，希望可以抽到伊达正宗跟上山千信，好不好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，五个。有五星，有五，哎，没有五星，干！哎，这个是，哎，是新的角色吗？哎，我就是不要，我就是木属性的已经有了哈，怎么有一个银色的蛋啊？我靠！这我也是傻眼了。哎呀，我想要上三天性或是伊达正宗啊，因为我现在比较缺水属性的队伍跟克拉肯是这样。哎呀，我还给我重复的，哇靠！再来一次，来吧。整那么多三星的角色啊！哇，我怎么会有一血那美啊？别闹了，大哥，惨了！太扯了，这个我好像也有了，巴尔的我也有，哇靠，还要从三星。再来一次，彩蛋！我靠，为什么都是木属性的那一只啦？太扯了吧！大家有看到，我们连三抽新的角色都是木属性的。哎，有了，有火属性的了。可是我不想要啊！我想要，哇，还连续两只啊！这个我也有了，哎呦！最后一次，有了吧？有感觉了吧？嗨！我狮子啊！我不要这个这系列的，那怎么那么多三星的角色啊？哦，这个好像还不错哎，体力型的火属性，可是还要来啊！哇，不是吧？不要再来三星啊！哇，这个我也有了，下
码一次，最后一次啊，这次抽完就不抽了。彩蛋来了吧？我们抽了那么多次，哎呦，不一样的兑换方式。Yes， 光的 ，Shit， 好啦。我比较想要，其实我比较想要那个光的、欸，我想要光的，我想一打正中，一打正中整不来啊，就我想把它抽干呢、欸，我想抽干了各位，我想要一打正中，一打正中很猛的、啊，我要一打，因为我其实最缺的是黄属性的，哎呦。一打，管了，加码抽光，抽光他来了，一打正中，一打正中，一打正中，不要用吐的，不要用吐的，不要用吐的。哎，为什么新角色怎么都是木属性那一只啊？我抽太多只那个木属性的了吧？飞明，飞明护卫，飞明护卫是蛮强的、啊，买两只啊！最后嘞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五抽了，哥，不一样的、oh, ，yes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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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， 一打一打一打开，我干嘛啦？影片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并且在这边订阅我的频道。